去二楼吃饭。今天我们去总部开会了。这个月的我们这个队的这个会议啊，然后我们队长开车带大家去 Costco 买了那个披萨。但是我呢，因为带了午餐，就没有要。我说不要了，我说我不要，我说我有午餐啊。今天带的是有鸡蛋，还有这个薯条什么的，土豆条、地瓜条啊。这个手机都拿出来吧，手机没少吧？三星 S10。就这么丢的，上次带着个皮套丢的，这个最小，就是三星 Note 10的简版，这个比较大一点。然后三星 Note 9是居中，三星 Note 9，苹果11是差不多。筷子这是水。我用两个手拿吧，这个三个饭盒挤在一起了。是早晨吃的那种速冻食品啊，然后用锅腾了这个面包，这面包上面这个黑色的籽儿是那种叫什么罂粟籽儿吧？这里有鸡蛋，这里有鸡蛋一枚啊。如果直接吃呢，会比较，如果烤着吃会比较干。这么蒸一下，所以会比较软了。哎，卡住了，两个手掰啊，它这有点成真空的样子了。哎，好，开了，开了。然后这两个给它一起给它热一下。酸面团儿，它叫那种发面的，这种类似于馒头一样的。30秒钟就行吧，30秒就行。手机，今天开会的时候说是劳工节会休假一天，就是带薪休假，感恩节是2天。我想着是不是把我的其他的休假连在一起休呢？有机什么什么土豆条，行吧，先吃这个啥，先吃这个，应该不烫吧？30秒应该不烫，热了吧？吃了，先吃。这里装的是筷子，这里。用筷子夹着吃吧。这种黑色的籽儿叫罂粟籽儿啊。再见，再见，吃了，抓紧时间吃啊。咱们在吃披萨，在楼上。